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说过的秘密，好吧？我是色弱。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讲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用你们这种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的眼神看着我，是吧？不用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不是你们的责任，好不好？然后有人看到我反应很奇怪，说：“你是色弱，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？你又不是变色龙，不用这么玩了，好不好？”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色弱、色盲什么的。其实色弱跟色盲都统称为色觉障碍。我是程度比较轻的，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分不太清楚。然后再严重一点，就是大家在书上学过的那个红绿色盲，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。然后再严重一点，就是全色盲，就是看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灰的。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，就是黑白都不分的，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。 其实我觉得我们色弱色盲还挺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连电影里的坏人都做不了。你们能想象灭霸是色弱吗？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，你知道？就复联都不用战斗，就在那等灭霸崩溃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就灭霸在那儿，哎，毁灭呀，哎，毁灭呀，是吧？钢铁侠在边上抽着烟，怎么了？唱歌进不进伴奏啊？要不咱们简单点，咱们也别打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挑出来谁是绿巨人，就算你赢，好不好？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是吧？当时我跟我爸在下象棋，然后局势非常焦灼。但是我那天走出了出奇制胜的一招，当然在我爸看来呢，就是我用他的马把他给将死了。我爸当时都懵了，说：“不是有三匹马的对手，好难战胜啊！”而且我当时表现得非常嚣张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：“来啊，我愚蠢的父亲，是吧？”我爸说：“孩子完了，对吧？你想这孩子心理这么健康，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。” 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，你们体检的时候也看过那个色卡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环节非常的荒谬，因为你们看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们不知道，其中有一页，我看起来是一头鹿，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看起来是一匹马，所以就显得不仅我不认识颜色，我还不认识马。那我觉得还不如干脆一点，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正常，是吧？我看到一句话，哈哈哈，又逮住一个色盲。 而且色弱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下各种棋的水平就参差不齐，是吧？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，你们大概也能想象为什么，是吧？我象棋就主要看阶段，是越到残局我越厉害，是吧？跳棋就主要看人数，你知道吧？六个人下的跳棋啊，在我看来跟体检没什么区别。下着下着我就会，大家先不要动啊，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。 我其实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色弱，我现在已经32岁了，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。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，大家会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。而且你们知道，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才伤害别人是最直接、最残忍的，是吧？小学的时候我体检查出来是色弱，我还没走回班里，班里已经在传我是色盲了。 我还在解释，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是吧？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户啊，你们班有色狼吗？而且小朋友连安慰人都很伤人是吧？还有人跟我说，哎呀没事儿没事儿，你不要难过，我读过10万个为什么，狗都是红绿色盲。但是你知道那些狗每天过得多快乐吗？我说谢谢你啊，很少有你这么通人性的朋友了。 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，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，我就生怕周围人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，生怕周围人看出来。我甚至一度把查色盲的那个本子整个背了下来。这个方法呢，我是在百度色弱吧里找到的。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我们贴吧，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，我们色弱吧跟戒色吧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组织。 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是很紧张，因为我虽然背下来了，但我怕我背的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我怕我背错了，我非常担心我走过去，我非常自信的说：“我说大夫，马。”大夫说：“这一页是数字啊。”我说：“大夫，马上我就能看出来，你不要催，是吧？”所以非常的紧张。但是那天排队排着排着队，我就不紧张了，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大家都一样，因为那天我看见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在背视力表。
最开始我还没发现，我以为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是吧？后来发现大哥根本不是在祈祷，是吧？非常感谢他。也是从那天开始，我虽然还是看不清颜色，但我觉得自己更能看清自己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胖博。